我们在家里面养护一些瓜果蔬菜、花花草草，都希望它能开花多、挂果多。那么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呢，我们就要经常给它补充一些高磷元素的肥料。如果说磷元素不足，开花少，挂果自然少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管是养果树也好，花花草草也好，每次给它浇水，用上一杯这种促进开花的水，就能让它开花多、挂果多。家里面养护的不管是长寿花也好，经常给它淋一淋，就能让它花苞长得多、开花多。或者是蟹爪兰也好，每次浇水给它用一杯，可以让它每个枝头长更多的花苞出来。那么我用的这个水呢，就是这种增根壮花型有机营养液，因为这种营养液它既可以强壮根系，又可以促进开花，尤其是对于蟹爪兰、长寿花这种比较容易积水烂根的植物，可以强壮它的根系，又可以促进它花芽长得多、开花多。而且呢，使用方便又简单，每次兑水给它浇灌根部就可以了，完全不用担心肥害烂根的问题。家里面的所有开花植物都可以用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